哈利路亚，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一节至五节。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念一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也仍存活并做工并引导我们的存活的神，来给我们耶稣基督之名，给我们拯救之名的唯一的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无代价的，把拯救来赐给拯救的耶稣基督之名来赐给了我们。这世上因为有很多的人还不懂神的知识，所以虽然口里含着主的名，但是还不知道主的旨意。今天愿每个人都能知道怎么样去天国，怎么样才能知道主的真正的旨意。没有一个人是口里虽然喊着主的名，但是不能进天国。愿那些现在一直在认为自己是还不知道主的旨意的人，都能知道主的旨意。感谢主耶稣基督，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呢，今天的这个话语呢，今天呢，大家呢都要记得，真的一定要熟练的。我们呢，每个人的信仰的结果呢，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真的都能进到主的国度当中的。在21年前呢，今天的话语呢，给我们拯救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话语呢，主也通过这个经验呢，让我来明白主的话语，来让我真正的睁开了灵眼，让我能明白主的旨意。那是有一个事件开始的，那是我们在开拓教会之前呢，我在侍奉的那个教会，我当时是传道士。当时呢，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圣徒，那个圣徒呢，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了呢，有一个很高的这个棚子的这个房子，他说呢，他要钻过那个孔出去的，但是他看到那个孔呢，是非常非常的小的，但是他看到呢。所以呢，他看到那个孔呢，因为是又高又窄，所以呢，他不能爬上去。就算是爬上去呢，他的那个身体呢是不能穿过那个一个小孔的。他说他根本就不能穿过那个小孔的。然后呢，那个圣徒呢，他就说，他看到我还有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儿呢，我们三个人呢一起呢要帮助他一起穿过那个窄的门的。他这个圣徒呢，就是做了这个梦的。然后呢，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也一直来祷告。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他呢要去天国了，但是他的属灵的方面呢，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个属灵的标准的。在那最后的那个拯救的道路上呢，在最后的那个关门上呢，我们呢要为他做中保祷告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具体是怎么做的。然后呢，
我呢也只能是为他做中保祷告，希望他呢能真正的在属灵方面呢来得到拯救的。有一天呢，我就听到消息呢，听到这位圣徒呢他突然昏倒了。他呢因为是下身流血，所以呢子宫流血，所以呢他就晕倒了。这个人呢原本是就说医院检查呢说他的身体的这个血的量呢已经是这个正常人的三分之一。他呢当时是住在这个 Okubo 的这个一个很大的医院的。医院呢是说他家这个病人呢已经是熬不过一天了。然后呢他们医生呢也把家人呢都叫了进去。然后呢我呢也是呢直接去了医院。因为我也是在梦中呢我也是得到了，我也是通过那个梦呢得到了启示，我要为他做中保祷告的。然后呢我早晨和晚上呢一直是去为他去那个医院呢为这个他做中保祷告的。这是一位女士的这个圣徒，我当时只是去想只要得到治愈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就祷告希望他能得到治愈。但是过了一周以后呢，我就得到启示说现在不是说不是现在不是为他就说祷告让他能得到治愈的这个时候了，一定要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去天国，要为他做中保祷告希望他能去天国的。然后呢我就为因为这位圣徒呢为了能去天国呢他要去悔改他的罪的，他要清算他的那些所有的罪的。因为他是晕倒的，所以呢他是意识不明，就像是脑死状态的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然后呢他的这个身体呢的这个一直是流血的，所以呢他这个血的浓度呢真的流的血呢也像是一个大麦茶一样的那种浓度的。但是呢他一直是在医院呢一直活着。过了一周之后呢我也得到了神的启示，我为他祷告并不是为他祷告说是让他的疾病能得到治愈，而是说希望他能去天国，希望他在这里呢能我以为能他做中保祷告让他的罪得到赦免能去天国。然后呢一周之后呢通过这个医生还有他的家人还有他所出席就是出席的那个几个他们教会的那几个人，他们商量呢说因为他这个患者呢是脑死状态，所以呢现在就算是给他带上那个呼吸机还有带上那种医疗的设备呢他只是因为脑死状态所以呢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他们呢就商量说他们就把那些所有的机器呢都要拿下去的卸下去的。那一天正好是星期二，我们在银座集会的。我在去集会之前呢我就去了医院，我正去医院看的时候呢我正好看到他的女儿还有他们教会的执事呢在那里。这两位呢就来到我这里说现在家人和医生决定呢要把那些所有的家庭那些医院的设备呢都要卸下来，因为他已经是脑死了，所以呢是就算是冷那个氧气也是没有用的。但是呢我就是不由自主的我说那是不行的，就算是他是脑死状态呢但是他并不是自己的那个呼吸是停止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机器卸下去呢那是不行的，那就算是杀死是同样的。所以呢我们要为他做祷告，他呢我们要为他做中保祷告希望他能是去悔改他的罪然后呢能去天国。然后呢听我这么一说呢他的女儿呢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说我的母亲已经是信主耶稣已经可以去天国了，你说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懂属灵的方面知识呢，所以呢他就对我生气的。但是我还是对那位执事呢教会的执事呢详细的讲了一下这件事情，如果把这个医院的这个设备都卸下去，那么这个患者如果是
死了的话，死亡的话，那么你们的医生、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教会的那个执事和牧师，同意把这个机器卸下去的人，都是凡是杀人罪是同样的。我对他们讲完之后呢，我就回家了，我就回来了。然后呢，我第二天又去了医院，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患者呢有一个哥哥。这个他哥哥呢对我说，他们听了这个沈牧师讲的话之后呢，他们就决定不摘下这个所有的医疗设备、医疗这个器械，他们就一直要等，然后呢等自己的这个呼吸呢是停止的。然后呢这个患者呢就一直活了这个十天，然后呢就说从患病开始呢一直活到了活了二十天。那么在二十天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开始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因为是长，就真的就像是一个脑死状态，所以呢我一开始呢为他祷告呢，希望他能得到治愈的。但是后来我又得到启示呢，我希望神能来清算他的所有的罪，他能去悔改，能去天国。然后呢为他做祷告的时候呢，真的他因为是虽然是脑死状态，但是我在为他做祷告、中保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反应了，他身体就突然就发抖，或者是表情有一点的变化的。我每次为他做中保祷告的时候呢，都是有这种表情变化的，平常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什么表情。我去的时候呢，他的家人就会说沈牧师来了，然后呢我就为他做祷告，然后呢我为他做祷告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呢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些变化的。然后呢因为在他是一个脑死状态的人呢，因为这个有时候呢眼睛呢也是闭不上的，所以呢这个在医院呢护士呢都是把这个胶布贴在这个眼睛上的。这个贴的这个胶布呢真的说实话也不是贴的那么漂亮的，就随便贴一下，所以呢一看这个病人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惨状的一种状态的。但是呢我呢在二十多天内每天去教会，每天去医院呢为他做中保祷告的，然后呢二十天之后呢这位病人呢就去世了。通过那件事情呢，我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启示的。我在神学校的时候呢，我在神学校的时候学到的呢是说，我们喊主，喊耶稣为主，我们在告白的时候呢，主我们就可以进到主的国度。那剩下的就是说，我们只要去告白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天国的。然后呢你做多少是得到冠冕的多少的，但是呢我们在神学校学的是这些的。但是呢我通过这件事情呢我就明白到了，这并不是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圣经上讲到呢，人若不是用圣灵得以重生的话，不是用水和圣灵得到重生的话，是不可能进到国度当中的。在希伯来书第十四章当中呢也讲到，无论是谁呢，是每个人呢都要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如果不是这么做的话呢，他是不可能去见到耶稣的。那么圣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远离罪，远离罪的那种生活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当中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希望大家呢都能记一下。现在的教会呢，有很多的教会呢，他们呢都是讲了那些错误的那些教理的。我们应该是第六章第一节至十二节当中呢是讲到，无论是谁，那些做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等这些所有的一切的。有的人说有的人说圣经上哪写不要喝酒的呢？但是在这里说醉酒的，就说你们去享受这世上的一切，这些吃喝玩乐的一切的呢，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在这里呢是分明是这么讲的，神的国呢只有是一人才可以进到的。那么第九章第十一节当中呢也讲到呢，第十节当中讲什么呢？第十一节当中讲什么呢？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就说只有是真正的得到重生的人才是可以得到拯救，才是可以称义的。有很多的人呢说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去天国的，这些人呢是他们是想错的。首先信主的人呢他们误会了什么呢？说只要做信仰告白就可以得到拯救了。在日本呢也有很多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当然我们的信仰告白呢是可以得到拯救的。比如说一个快要去世的人呢，这样的人呢如果说让他去告白他的罪，让他悔改他的罪，让他去告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的，然后呢那之后呢就没有机会再犯罪的话，不犯罪就说他刚告白完之后他就去世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是说是可以去天国的。就说他告白完之后呢他去马上如果去世的话，那么他因为没有罪，因为是在没有罪的情况下，所以呢他是可以去天国的。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就说有很多的人呢他们在听我的讲道的时候呢只是断章取节，他呢就说有的人说我讲的这个内容呢是错误的，但是我再次可以说一下，就算是你没有任何的行为，但是就算是你没有做任何的什么行为，但是你在告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救世主，然后呢悔改之后，然后就说没有再做任何的犯罪的行为，就算你马上去世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是可以去天国的，这样的人是可以得到拯救的。为什么呢？这样因为你的行为是没有罪了，所以呢你是可以去天国，所以呢你一定要好的去听，你不要在那里就取你喜欢的那些章节的，然后再误会我的。这样的人呢你们应该听我这些之后呢你一定要去悔改的。我们是因信得到拯救的。但在世上呢有很多的人他们呢是说就是误会了我所讲的这个内容的，就是说如果你就算是相信了，说相信了神告白了相信耶稣的，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再去犯罪的话那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生活不去过圣洁的生活、义的生活的话，那是不可能进神国的。WCC， 你要去认证 WCC， 然后呢，你去杀人、你去奸淫、你去拜偶像，你违背了十诫命。但是你说，但我还是说是做了信仰告白，我是可以去天国的。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你快点的，要明白过来，你快点的要去悔改，你快点的要从那些罪恶当中走出来的。你就算是做了100遍的这个信仰告白，但是你的行为还是在那里犯罪的，那是不能去天国的。你可以说阿门吗？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说因为我接受了洗礼，我接受了浸礼，所以呢我是得到拯救的，这呢也是一种误会的。你就算是接受了浸礼，就算是你接受了洗礼，但是这个人如果在这个世上你还是一直在罪恶当中的话，当然没有比如说你在接受浸礼之后你没有犯过一次的罪那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就算是接受了浸礼，但是你还在犯罪，你没有悔改的话那是不行的。就说但是你如果犯了罪你悔改了，你每个罪每个罪都悔改的话那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没有悔改的话那个罪是不可能得到赦免的。最近呢有很多的地方呢他们进行的是简易的这个洗礼的，大家有很多的人可能都接受的是简易的洗礼的，在圣经上并没有说简易洗礼，圣经上的洗礼呢是什么呢？是浸礼的，是要浸到水里的。
并不是说拿几滴水来滴在你的头上，而是说要让你全身要从头到脚呢都浸到水里，然后呢把那些所有的罪呢都洗掉，然后呢从水中出来的时候呢要真正的是一个得以重生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就像你说告白说我也像耶稣一样，我也要得一个重生，我也要像耶稣一样，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那么这是一个通过你的行动来表白的一种这个敬礼仪式的。那么所以呢说做简单的这个简易的敬礼仪式的人呢，洗礼仪式的人呢，你们一定要接受真正的敬礼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是希望我们每个人是都能接受敬礼的。上次呢我们教会这个亚麻沟奇教会的这个开幕式呢，他呢是接受简易的这个洗礼的，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接受了这个感动，他得到了感动呢，说他希望要接受敬礼仪式的，所以呢这次敬礼仪式上呢他也是接受的。那么回去之后呢他就又做了一个梦，大家说开幕式接受敬礼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这是一件应该是说哈利路亚，让我们又高兴可以又尽情跳舞的一个好的事情的。当这件事情他回去之后呢，做了一个梦，他是看到了这个情景的，就是接受真正的敬礼仪式的这个开幕式呢，他从东京回到这个亚麻沟奇之后呢，他呢是看到了那个场景了，他说这是主所喜乐的事情的。是牧师呢，我是以个人形式并没有为对他说什么，也没有对他做什么，但是呢他呢是自己是受到了神的感动，是他自己的行动。我们耶稣基督所命令的一切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亲自接受这个敬礼的。那么敬礼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水当中出来的那一瞬间开始，是把所有的罪都要洗掉，带有个新的重生，从现在开始下决心，我要真正的按主的道去行，主的旨意去行，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敬礼的。所以呢我们要按照主的命令去行，并不是说大概大概就可以，大概大概差不多就行了，并不是说要按照人的哪一个这个判断的。所以呢这世上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做简历的敬礼，简历的这个洗礼，是他们说哎呀差不多就行，大概这么做就可以了，但是绝对不要这么做的。我们每个人呢真正要去正确的，就说我看义人是可以看到这个神国的，那么不义的人是看不到神国的。刚才我们大家也念到了圣经上的话语，我们要作为义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针对要按照我们的信仰，要按照这个圣灵的引导，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呢要成为一个圣洁的，要成为一个义人的。在圣经上是这么详细的记载的，但是有很多的人说只要告白信仰告白信仰告白一次，说相信耶稣就可以了，但是他们是不看着后面他们的行动的，他们一直做这个犯罪的事情，那是不行的，这真是一个你的误会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有没有仔细的看圣经，你们为什么要看圣经呢？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呢都是引领我们到生命的。有很多人读着念着圣经上的内容，但是呢他们却断章取义呢，他们只是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些话语的，他们是远离了这个神的话语的，他们是不能去明白神的话语的，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这个信心呢去自己的想法去理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因为这样的话语呢是关于我们生命的问题的。罗马书三章第二十八节当中呢也讲到因信得救的，那么那是因跟那个律法来比较的，
神说的这个圣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远离罪的人，是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的人，并不是口里喊耶稣基督的人，而是说真正的远离罪恶过着圣洁的生活的人，真正的按照圣灵的引导去生活的人，为了能做一个义人，为了能做一个义人，为了能真正的按照主的旨意努力去行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有很多的人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在做信仰告白之后，然后呢得到圣灵之后呢，有的人说，哎，这就行了，得到拯救了，你就不用再做什么任何的努力了。领受圣灵，体验了圣灵，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回到了以前的那种过去的生活的。他们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当中呢，第六章四节到第八节当中呢，也是这么讲到的。有很多的人，他们是领受了圣灵，他们是尝到了这个天恩的这个滋味，但是呢，他们呢却让神的儿子呢重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有很多的人，他们是体验到了圣灵，但是他们还是又回到了罪恶那里，他们又背叛了耶稣，远离了耶稣，他们是得不到拯救的。在希伯来书当中呢，是讲到希伯来书的这个话语，我们难道是不重视，不去看，不去这个做重新理解吗？圣经这个学习的时间，他们是去学习的，什么圣经上的哪里到哪里是几公里，你背那些当然是背是好的，但是你光背那些是没有用的。约旦河的这个宽是多少，这个深多少，约旦河宽多少深多少关你什么事情啊？你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吗？我怎么做才能是真正可以得到拯救的？我们呢真正的要去真正的去明白，去寻找，去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当然历史是几几年做了什么事，当然这样记着是好的，但是这并不是重要的。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努力的去得到拯救的，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的。就说换句话来说，进一步来讲呢，有的人说我是得到了圣灵的恩赐的，我是体验到了圣灵的恩赐，并且得到体验到了神迹奇事的，所以呢我是比别人更得到恩惠的。然后所以呢有的人说我是完全是可以得到拯救的，因为神的神迹奇事，我是体验到了神迹奇事，所以呢我完全是可以去天国的。那么在圣经上并没有记到这样的这个约定的。在马太福音当中呢也讲到，你就算是口里讲这个耶主啊主啊，但是我是不认你的，因为你的行动是非法的，有罪恶的，行那些行淫的，但是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主说我是不会认你的，主说我是不认你的。那么主说不认的人，他怎么能去天国呢？主是没有承认他，主是否认了他，那么这样的人他是不可能去天国的。在圣经上并没有记载说只要告白就可以了。你不要认为说你读了圣经就可以去天国的。韩国有名的这个异端新天地呢，说这个姓李的那个异端教主呢，他是说他读了这个圣经读了1000遍之后呢，他就成为了那里的这个异端邪教教主的。他成了邪教教主，他读了1000遍，那是但是他成了邪教教主，那是为什么呢？他因为是没有明白这个圣经上的真理。就算是你读了10000遍、3000遍、5000遍、10000遍，有什么用呢？但是圣经上的这些圣经上的这些真理，那些旨意，他是没有明白的。你们可以说阿门吗？我们时常要警醒过来的，我们现在要从我们的这些睡意当中要警醒起来的。我现在并不说对大家讲那些什么学问啊什么那些博识的，我现在对大家所讲的就是说，你就算是做了信仰告白，你就算是口里说喊了说耶稣是主，但是你的行为还是在犯罪恶当中，那是不行的。如果你不悔改，那是不可能得到拯救的。你就算是得到了尽力，但是你如果一直在罪恶当中，那是不可能得到拯救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罪的悔改呢，是我们用
是我们的能力呢是不可能得到赦免的，然后呢用我们的力量呢是不可能远离这个罪恶的，所以呢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领受圣灵，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引导呢，我们要一定要真正的努力的要远离那些罪恶，要真正的过一个义的生活的，成为一个圣洁的生活的，然后呢我们生活啊成为这个义人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得到重生的。在圣经上的重生并不是说自己就那么成的，并不是因为你信仰告白就可以得到重生，并不是因为你得到真理就可以重生的，并不是说你做了哪一次就可以得到重生的。你们看彼得前书和后书当中呢是讲到，你们要像小婴儿一样，你们要想那些那些亲我们每个人呢要因着我们的信仰，要让我们的信仰呢是得一个纯洁的信仰的。我们要想看那些圣经上的话，我们要知道那些圣经上的旨意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成长当中，比如说你并不是说一个人怀孕了这个就可以马上生的，而是怀孕的期间是有十个月的这个怀孕期间的，一定要在这个腹中呢要慢慢的成长，孕育成长的。现在我们在相信，我们说我们在告白之后呢，我们在告白信仰告白相信耶稣信仰告白之后呢，我们要慢慢的孕育，慢慢的成长，我们慢慢的要努力的，然后呢真正的要做一个升华，这是一个升华的这个过程的，这是一个重生的一个过程的。我们对别人传道的时候呢也要这么去讲的，你就算是行了神迹奇事，但是呢这样的人呢，如果他的行动一直在罪恶当中不去悔改的话，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得到拯救的。所以呢平时开始呢我们就要去警醒，平常就要努力边读圣经边睡觉的人，边读圣经在那里边打盹的人，边祷告边求能力在那里边打赌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就像是死人是同样的。在启示录当中讲到，你虽然像是现在是一个活的，但是你却是一个死的人的。有很多的人他们听了圣灵的话语，但是你的行动如果不那么去做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是不可能得到拯救的，在圣经上是这么警告的。所以呢这样的真理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引导我们生命的话语，你为什么排除这些所有的话语，你一直要去听那些这世上的人用只是去听这个罗马书当中的话语呢，你为什么只去端章取义这些圣经上的一段话语，只是去说信仰告白之后就可以得到拯救了呢？这并不是神的旨意，而是这是人的想法和人的判断，这是人所定下的教理的。现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人呢，基督徒呢，他们也一直是相信这些的。我觉得你们快点警醒的，在圣经上的话语呢，你们要真正的去明白，真正的要去明白这个圣经上的旨意的。神到底希望我们能做什么的？我们每个人要去求圣灵，希望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去求去行那些按照主的旨意去正确的行动的人。就说得以重生，能得以重生，这并不是一次就结束的。信仰告白之后就并不是说一次信仰告白就让你得以重生，一次敬礼就让你得以重生的。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种现象的。重生是什么呢？是说我知道我的身体离开这个世上，就说所有的行动，就说都是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过程呢都是一个这个重生的这个过程的。圣灵的能力得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这个神迹奇事，并且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说我行了这些神迹奇事，我得到了神的特别的这个指示。而世上有很多很多主的仆人是他们是这么自称的，这样的人他们自己虽然是身体患疾病的，
不管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在一直在疾病当中遭受痛苦的，然后呢，他们在最后的那个瞬间，他们是非常可怜的去死亡的。这神呢，是在恩惠当中让我们得以恩惠，得尝到主的大爱。如果他们没有那些痛苦，如果他们没有遭受那些痛苦的话，那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真正的这个重生的这个旨意的。这是一个重生的，从得以重生的一种升华的过程的。就说所有的这些标准呢，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拯救的这个教导，因为不能明白这些真正的主的主意呢，所以呢，有很多的人他们说叫告白了，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的行动说是承认 WCC 一直在罪恶当中。如果他们不去悔改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就算是一个牧师，他是不可能去天国的。如果是犯了十诫命的这个罪，十诫命是一个律法，有很多的人说因为那是律法，所以呢可以是违背的。因为十诫命呢是旧约的时代的律法，所以呢我们是有必要是不完全遵守的。有的牧师他们就是这么教导的。那呢你们要去你们去拜偶像，你们要去行奸淫，你们要去行偷窃杀人，这样的人也是能得到拯救吗？那些中世纪教会的那些所有的指导者们，他们是犯了很多的这个杀人的这个罪的。当然他们在死之前如果真正的去忏悔，真正的去悔改的话，他们可能是会得到拯救的。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忏悔，没有去悔改他们的罪的话，但是就算是他们再有名的人，再什么有名的牧师，他们是不可能得到拯救的。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努力说远离罪恶，真正的从罪恶当中走出来，真正的去悔改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信仰生活的。但是你身体确实犯了各种各样的罪，你们却不悔改的话，那是不行的。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能得到永生的，我们是为了能得到拯救的。我们呢是为了有很多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但是我呢就是难道我们是为了，有的人是为了能从疾病当中，能从痛苦当中走出来，希望他现在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然后呢有很多的人还有的人是希望能在主里得到平安，当然这一切都是祝福。主耶稣对那些患病的人说什么呢？你的信得到拯救了你。那么这个人就是说因着他的信，他的身体的疾病是得到治愈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说他的身体是得到治愈，他的疾病得到治愈的，希望在这个世上呢能有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按照神的话神的道去行，然后呢死了之后呢也能去天国，希望他的灵魂呢也能去天国。那么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真正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就是说能真正的是按照主的旨意去行，能去天国，能得到永生。然后在这个世上呢，在这个世上期间我们也得到拯救，就是说在这个世上呢真正的义人是不会因着疾病得到痛苦的，就算是有疾病，但是他还会得到治愈的。因为有这个罪，因为有这个隐藏的罪，所以呢那个罪呢是让你得到疾病的。如果没有罪还让你发生疾病，还让你痛苦的话，那么我们的神是会不会这么做呢？你可能是在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呢，肯定是会有你要在主面前去悔改的，要去清算的，要去算的那些，要去悔改的那一切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挖出来，去计算一下，才能得到治愈的。当然这一切呢都是非常好做的，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是真的是可以非常容易的去做的，是可以得到结果的。
所以呢，福音呢是真正的，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福音的这个约定呢是非常伟大的，是用语言是无法表达。那不管是男女老少，超越所有的国家和年龄呢，所有的这世上的人都要去喊主耶稣基督的名，都要去相信耶稣基督。如果相信的话呢，就说可以是在主的耶稣平安当中去生活的。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去求耶稣基督之名呢？你们要去正确的去教导的，应该正确的去教导别人的那些牧师们，他们因为在神学校是教根本就没教好，在神学校他们说都没听过这个圣灵，没有按照圣灵的引导，没有按照圣灵的引导，没有按照圣灵的旨意去行的人，他怎能说是真正的主的子女呢？圣灵降临，真正的圣灵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按照主的旨意去行的人。圣灵降临之后，然后呢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旨意去行的人才是真正的成为基督徒的，才是真正的成为教会的。在圣灵降临之前呢，当然是有相信耶稣的人的，是有12个弟子，还有70个人，还有500个人，在圣经上的记录上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呢，当时并没有说他们是基督徒的，在圣经上并没有称他们为基督徒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是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名，但是他们的信仰呢是非常不安的，是属于肉体的，并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耶稣的这个12弟子，还有他的这个弟子这个彼得，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还是有人来背叛他，并不是说他们因为喊耶稣为师父，喊耶稣为老师，他就没有去，他们就一直是跟随着主耶稣的，他们还是背叛的。那么比如说按在世上的人说只要喊主耶稣基督就可以了，那么加略犹大呢，他是会怎么样呢？他因为是以前是喊主为师父的，所以他是主的子女，但是他后来是非常背叛了耶稣的，难道他是去天国了吗？因为他是做了信仰告白，他能是可以去天国吗？你们为什么不能说阿门吗？这样的话你们是不会被骗的。哈利路亚，你们要去赞美你们的神，你们要去赞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是正确的来引导你们，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那么但是有很简单的那些内容呢，有很多的人他们是不能完全明白，是被欺骗的。因为那些牧会者们呢，他们是错误的去教导的，如果按他们的教理那么去做的话，那么加略犹大他也是会得到拯救的。因为加略犹大他是一直跟着耶稣喊主耶稣为主的，但是他后来因为背叛了主，他是难道他也是可以去天国吗？你们为什么只是去按照你们的想法去理解呢？你们为什么不想去听按照主的旨意去行这句话呢？这就是道路，这就是真理。那么简单的道路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呢？那是因为你自己闭着你的眼睛，因为你自己闭着你的心灵的，没有敞开你的心灵的。有的人在那里看着表说，哎，今天怎么讲这么老长时间呢？他对这个讲到的内容没有一点点的关心，他对这个生命的内容没有这个正确的关心的，他只是在那里溜号，在那里想别的。比如说让你中彩票的话，有的人说呢，什么是？有的人但是有的人说啊，这个神牧师他虽然讲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些话语，但是呢，还是知道牧师神牧师是讲的是正确的。当然感谢你们的理解。我现在对大家讲这么非常严格的这些话语呢，有的人说我是毒舌，就是有毒的这个舌头。但是呢，我现在对大家这么讲是也是对大家好的，因为我也是多多的去祷告，我是可以看到的，我是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
今天的这个话语怎么样呢？大家能做一些整理了吗？不是说你只要往前冲就可以的，要多多的真正的去理解之后再去往前行。比如说新干线呢，比如说新干线呢，它行得非常的快，如果它脱轨的话，那么它是连一米都不能往前行的。但是就算是非常慢车，慢车呢，如果它没有脱轨，它只要在轨道上的话，就是再慢呢，它也是可以去达到这个终点的。所以呢，只有是正确的没有脱轨的，就是正确的这个真正的话语呢，才是可以达到这个终点的。你不要成天去动脑筋说怎么样才能去讲那些好听的话语的，而是我们真正的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赞美神，去按照圣灵的引导去做就行了。耶稣所讲的话语没有那些的美丽的辞藻，没有那些好听的话语，只是真正的是非常严格的那些话语的。我们的耶稣呢，并不是说会用那些美丽的华丽的辞藻来给你们听，他并没有这么去做的。为什么呢？神的话语呢，是给那些需要生命的话语的人，需要去追求生命的话语的人去听的。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心就要去领会的，如果你们要去听过，你们要去顺从的，你们只要来跟着就可以了。今天对大家所讲的这个圣经上的话语呢，真的应该是要让天地万民都要去听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地方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基督徒的这个思考方式呢，他们是都是错误的。如果有罪的状态下呢，他是不可能去听过的。所以呢，就算是最后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悔改，说主啊，来饶恕我吧，来饶恕我所有的罪吧。这是一个最安全的最好的祷告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顺从神，要从罪恶当中走出来，要按照主的计划去行，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信仰的。那么我们为了能有这个正确的信仰呢，我们是用我们人的能力是不能去做的，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引导去做。你不要想接受洗礼之后就我就得到拯救了，你不要怎么想，现在是开始，现在是起头，因为用人的能力是不能去做的。所以呢，我们要求圣灵的能力，按照圣灵的能力去行，按照圣灵的能力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按照正确的信仰去做一个正确的信仰的。这就是做一个正确的信仰才可以得到拯救的。就算是牧师不这么劝你，但是你因为你想，如果是你接受了这个解约的这个浸礼洗礼仪式，那么你就要接受这个浸礼的。比如说你是一个牧师，你说我以前是接受简约的浸礼的，但现在在跟很多的这个圣徒们接受浸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这也是不行的。这次我们接受浸礼的这个我们的凯牧师呢，他虽然是牧师，但是呢他还是那么谦虚的这次接受了浸礼一次的。我们应该尊重，更加的尊重这样的牧师的，因为他能放下自己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很好的模范的。他并没有说因为自己是牧师而在哪里骄傲，真正的在主面前谦虚的放下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可以得以尊重的人呢。真正按照主的旨意去行的人，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最伟大的人。我们相信就热烈的鼓掌把所有的人归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可以进神国的人。但是呢，这一切呢，并不是用我的能力和我的知识去做的，只有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是不能做这些的。所以呢，真正的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告白，当然我们要说相信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拯救主，要信仰告白之后，然后呢，我们要接受敬礼。然后呢，我们有个正确的行动的。今天呢，在圣经上是讲到能进天国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要做信仰告白之后，然后呢，要这信仰告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呢，他在这里没说，但是然后呢，他就说要用水和圣灵呢，得以重生的，要做一个浸礼的。在这里是说水是什么呢？是说要从罪恶当中走出来，不要再
在这个罪恶当中的，然后呢水和圣灵，圣灵呢是要印着圣灵的引导，要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不要离开圣灵的。所以呢在水和圣灵的引导当中引导去行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按照主的旨意去行的。在这里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今天的话语，希望都能明白今天的话语，都要去祷告，都能明白今天的话语，并且每个人呢都要去准备能去天国的这个信仰，并且你们能去正确的对别人去传这些，并不是说去讲什么人的教理或者是人的这个判断的，是真正要讲神的旨意的。我们的教理呢是圣灵，我们每个人呢用主的名来祝愿大家都能有一个去天国的这个信仰的。好，下面我们喊耶稣三声之后呢一起来祷告。